来了，兄弟们！众所周知啊，这是金蝉法师中的辅助，这是马可射手中的打扁。这让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呀，既然这俩家伙已经这么拉了，那不如把装备融合一下。来。我是谁？双枪会给出答案。OK， 这把对线蒙恬大将军，这把人前期就是纯小丑啊，只能打直线啊，套个圈开 A 塔呀，看你杀气这么重，必留不得你的。来，唰、啊！然后来打一个牢阵，这玩意上波差点投机成功，杀气还是太重了，必须叫人一起奖励一下。让我看看，走了哈。这波抓到一个野生老头，偷塔还这么光明的呢，先牢住他，你还挺急啊？我现在就抓你。不欺负原始人了，这波打一个位移超多的老玩家，跑的还挺快的。哎哎，这。你这哪把刀呢？超度刘金蝉主打切 C 冲而辅助队友啊，把对面杀了不就是最好的保护吗？中路逮到一只小乔啊，扔个圈圈框住直接带走。飞，过去吧。这波上路清线，哎，这么含羞，既然来了，那必须好好看一看。金蝉的一技能类似于与海月一样啊，只要被框住就是强行一v一。滚出去！下路支援一下队友，打中贴脸的压根没有什么难度啊。垃圾啊，一定要丢进垃圾桶里面。这波遇到老熟人，不是哥们儿，还惦记你的脚线呢、啊。你们一个个都咋的？超度金蝉主打一个一能控住走位，再加上寒霜的减速，完全不输海月的。群情立正，与我为敌的下场。善哉善哉。